好，卖第五题啊，这是一个简谐运动啊。它这是 S 位置啊，位置对时间的关系是这个，还要求加速度，啊，加速度就是那个位置对时间两次分嘛。哦，你给它微次分的话就是速度了。哦，会有个 omega 跑出来，啊 sin 微分 cosine， 所以是 a omega 啊 ，cosine 呢 omega t。再微一次，就是加速度啊、哦！再微一次，欧米伽又跑出来，cosine 微分变成负 sin， 负 a， 欧米伽平方号 ，sin 呢，欧米伽 t 啊，这样子。好，那他现在验证说哈、哦、，s 的话满足这个方式，那 a 事实上是 s 两次微分不是吗？哦。好，它是等于这个嘛？啊，我给它加的话，加那个，哎，欧米伽平方，就是说啊，等于这个嘛？啊，这等于多少？因为那个 a sin 欧米伽平方是等于 s 嘛，所以是负欧米伽平方的 s， 所以就马上知道哈、哦、，ds 呢对 t 两次微分加欧米伽平方 s， 这个等于零了。所以满足这个方式。